我还没有想证件呢。大家好，我是安普，然后很高兴可以跟对今天一起表演，都是我的好朋友，可以一起在这里。然后我也好久好久，就是生活忙碌，我很久没有机会可以再当一次落差草原的歌迷了。我今天觉得非常幸福，谢谢你们给我的机会，谢谢谢谢。我现在坐在这里呢，其实演出还没开始，我想用短短的两分钟，因为我今天接到了一个那个好朋友的讯息，所以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把他告诉我的事情也跟大家分享。我的好朋友叫巴赖，然后今天他跟他的太太跟小朋友 Otto 应该都会在现场。他跟我说了，今天他们的摊位是在支持南回医院的募款，然后他们会有做火苗灯的活动，所以欢迎大家在那个建年大哥哥的监督之下，还是可以四处走动，然后一边听我们唱歌，一边去看看摊位想要告诉大家的讯息。然后巴赖跟我说，南回医院好不容易撑过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募款，然后成立了南回诊所，但最终他们其实在第三阶段其实需要更多人的帮忙，借由募资然后借由民间的援助能够成立南回医院，然后跟共生学员这个计划，然后这个是徐医生多年以来一直尝试在努力跟推动的理想。然后讯息里面巴赖跟我说政府的帮忙有限，这句话其实让我整个下午都在想这个事情，所以我才想要在演出开始前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在我们的时代里面，很多人其实都会希望我们的政府要很强。我记得有一次在演讲的时候，我有问，就是我有跟大家说，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有更这个强悍的人民。然后有人私讯给我说，他不太明白强悍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有政府保护啊，所以应该是要那个政府更强势才对。然后我就发现，文字这个事情很有趣，就是很多人搞不清楚强势跟强悍的分别。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回复这位网友说，其实你只要想一想，把强悍跟强势放在任何一个你很希望他能保护你的对象上面，你就知道这两个字的差别了。所以在这边我想要请今天一起来听歌的人，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更多的是我希望我们可以就是在今天以后平平安安的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面，然后带着听歌聚在一起的这份开心，然后把更多讯息散播出去。我知道这不容易，因为我在台北的时候，我其实想要跟人家讲讲南回医院，其实也没有人要理我啦。对，但是我不会放弃，所以我也希望更多人跟我一样，就是不要错过，然后也不要那个悲观的就不提这些事情。然后我非常希望我们能够有强悍的政府，而不是强势的政府。然后我也希望我们可以成为强悍的人民。尤其是在那个我们的现在的选举制度下，很多很多其实民间或者是我们整个土地上面真的需要关心的事情，我们也许很期待政府要做，但在政府之前，我更希望其实是我们用很坚强很勇敢的方式串联起来，告诉人家这个土地需要什么，我们做得到什么，而我们期待把权力交付给愿意回应我们的什么样的人，这样。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南回医院最终的筹建，然后也希望我们一起努力，我自己也会成为这个他们在筹备资金里面的赞助者，然后希望大家有空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关心这个消息，谢谢。那我就要开始今天的演出啦，谢谢大家。Can you hear me?
从继续，可每一次我的试着坚强都成了不得已的哭泣。这首歌我要送给我的那个今天刚好可以聚在一起的那个我生命中的大哥哥们，这样子，还要送给阿香哥哥，这四分位的阿香哥哥跟侯行哥哥，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们了。然后每次见到他们，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我又可以当妹，这样。就是像现在就是有时候就是见到的听众年龄层越来越轻嘛，我就要看起来就是从姐姐。然后变阿姨，然后有时候还得像老太婆一样这样，但只要见到他们，我好像其实就可以当回一个小妹妹，然后可以说点事情，也可以听他们说话。所以我接下来的歌要送给他们，然后也送给贝贝，然后也送给心里面有很牵挂的人，然后也很努力爱着自己的家人，然后也爱着自己的命运的人，这样希望我们都可以，不管是年轻或者是像我现在步入中年，不管生命有什么转折，然后希望这首歌都可以陪着你，让你知道其实我们不过是个孩子，然后长长的一生其实慢慢来比较快。
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我原本都想好了要带他来，要不是台风的关系，我觉得带着他逃难就可能对。然后我觉得我跟年轻的时候差别最大的地方啊，其实是年轻的时候虽然都觉得自己已经算很接受人与人之间的分别、身份的差异，然后自己做得到或做得还可以再努力的事情，但心里面就还不愿意承认，总觉得日子很长，然后我也还会有变化，只要我够努力，我也许可以变成自己想要变的人或是什么的。但现在的话，我反而就比较愿意承认事实，比如说我承认我就是一个台北人，然后我承认我今天没有陪我儿子过生日，承认每一天做得不好，然后做得不好或者是没有到达自己期待的事情。那这份承认其实让我不是变得踏实，而是变得更了解，虽然我没有我不是我自己最想要的哪些角色，但因为这样我可以回归现在此刻我还没有那么喜欢的角色，那我还可以做什么。因为我觉得长大的过程就是理解到你的角色，我们在社会上或是在自己人生里的角色，有时候不见得是自己喜欢的，但说不定是另外一个人梦寐以求的，是吧？我很想回台北当好妈妈，但也许远方有一个人是这么羡慕我在台上。于是我觉得在成长的过程里，当我了解这件事以后，我变得意外的非常的全心全意去拥抱我身上每一个我喜欢或不喜欢的角色，然后我发现可以把任何一个甚至是我自己没那么认同的角色找出方法把它做好，竟然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还可以有的小小贡献，反而不是如果我变成了梦寐以求的那个自己可以做得到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也拿这段话祝福我的儿子生日快乐。他这一年的心愿就是四岁以后他就相信他是一个大人了，所以他其实就可以去当赛车手，然后每天拿着自己的 Tomica 小车车练习撞栅栏这件事情。因为他在赛车比赛里面看影片，觉得赛车手的工作就是去撞护栏。对，所以也希望他千万不要成为他梦寐以求的那种人哦。好，那下面这首歌我要送给台东，然后跟每一次我回来然后都那么照顾我的这里的朋友，这首歌叫《南国的孩子》。
那你们等我再做一次给建年哥哥看好不好？我觉得好浪漫啊，这样你们看得到月亮，我们看得到星星，我们就是对今天的月亮。月亮出来了吗？我就是月亮吗？讨厌。哎，我真是40岁以后才学什么叫那个撒娇。哎，我发现我爸爸妈妈这几年很吃这一套。然后那个趁着在换琴，对不对？还是已经好了？好了吗？那我们先唱这首歌好不好？这首歌这首歌叫《最好的时光》。这首之后我还想请一个我昨天认识的小女孩，她有说她想跟我一起上台唱宝贝，所以我今天临时加了歌单这样。然后我今年的工作就是开始变多这样子，原本去年其实应该要开始的各种工作延到今年，所以看起来工作比较多，那也就势必要去更多地方。然后不是每一场表演的曲目其实都适合唱跟人分享或者是近距离的歌，有时候舞台超大的，所以我很珍惜。我有跟经纪人说，希望这个月光海啊，或者是我自己很想去的城市，永远都不要介意场地大小、人数多寡。然后我希望我永远其实都还有机会，可以用这个不是。不要努力变成大明星，我会努力变成大明星啦，但因为这样我就可以自己决定，对，就是喜欢来的地方就你知道不计代价，也不用计算收入的来唱歌这样。我会为了这个努力。那今年要谢谢这首歌的保佑，然后因为这首歌我也甚至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帮助。然后在我原本今年上半年其实非常挫折的生活里面，然后因为这首歌，所以反而我一直感觉到外界给我的祝福。然后这些祝福我不会收在心里，我会把它带到我的每一场表演里面，希望跟更多人分享。然后这首歌叫《最好的时光》，希望我可以年年月月总是唱给你们听。然后这首歌不会像宝贝一样，我小时候很拒绝商演，你知道吗？那时候不知道钱很重要。我最高纪录好像那一年推了大概在100场商演加尾牙，就是死不把宝贝唱烂这样子。但眼看自己活到阿姨的年纪了，你知道现在还可以在我自己喜欢的场合这样子，不按原本的那个曲目流程随时停下来唱一首宝贝，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了。所以接下来这两首歌送给大家，谢谢你们听我唱歌。亲爱的，你想念自己。
最好的时光出现了吗？有人曾爱过你，你有过怀疑、否认和伪装的伤，而你爱过了啊，所有梦寐以求的代价，居无留恋。现在要欢迎一位很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菲亚。你好，我们来送宝贝。还有没有小朋友想要上来的？你知道很奇怪，小朋友都好喜欢上台哦。遇到那个，就是我的小朋友说要什么，就临就是临到一刻起，好像变成那个，对。准备好吗？不担心，我先弹吉他给你听，好不好？就是你喜欢的那首歌，你说你想上台唱的那首，好不好？你不要担心，你把他们全部，你知道西瓜是什么吗？你把他们全部都当成西瓜。嗯，你知道西瓜有很多种颜色吗？你把他们全部当成西瓜，我当年就是因为把别人都当成西瓜，所以我得了演讲比赛第一名。对，所以我就再也没有把别人就是当人看了，一直到当歌手以后才改回来。那我先弹你喜欢的那个好不好？好。小鬼，捏捏你的笑脸，让你喜欢着。
我觉得女生其实不要，就是对别人塞给你什么，你知道条状或棒状的东西，不用都接受。我讲的是热狗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因为其实那个你知道，就是我们去夜市的时候，觉得你知道吃那种什么大肠包小肠啊，竹签其实真的很，所以不要随便把这东西塞给你。歌唱完唱给你听好不好？因为我今天就是来唱歌给你听的，好吗？谢谢你在台上陪我，我知道你们是怕，但谢谢你，因为其实我也会怕。谢谢你，好。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Encore 这两首歌呢？今年应该其实是在那个音乐节的演出比较难唱，因为其实是要有就有我们规划有一部分的演出其实是跟乐团，就是要跟其他可爱的男孩们磨合这样，所以我特别珍惜我其实可以做就是比较民谣式的演出。那这两首歌其实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是要跟山泥告白的这样子，我今天可以跟我一大堆好朋友在一起，我其实这个只差没有见到浩恩，所以我其实真的觉得很感动。然后另外一首歌其实是应该现在我这一年比较少唱，所以如果任何人就是任何听众其实你喜欢这首歌的话，这首歌送给你跟你海边的月亮这样子，短短两首歌，谢谢大家陪我一起唱歌。看见他们
大家，我想要用一次这个热烈的掌声，谢谢今天辛苦的主办单位跟所有照顾我们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我们的内场音控老师，谢谢我们的主持人，谢谢我们台上的吉他手黄健老师，然后谢谢我们的外场音控老师，谢谢大家，然后谢谢你们，然后我最后要说的一件事情是。今天有跟珊妮公主偶遇，然后那个你的右手有世界上最漂亮的啾啾冒险野狼的刺青的这位男孩，请去加他的 IG， 他好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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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你。我们最后这一首歌 Dear You and the Boy。我们一起为南回医院加油。像是那部我从未看过开头的电影。
太急，你继续，你要随意。亲爱的，若你觉得爱情一定要有自己能懂的道理，你继续，我有空听。陈建年。